好，各位，我们现在继续开会。那本日下午的议程为继续审查本院委员林淑芬等21人拟具这个废弃物清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等两案，好，我们并苏志芬委员的修正案一起处理。那我们这个在105年4月11日第九届第一会期本会第14次全体委员会会议报告及询答已经结束了哈。那么我们上次没有并苏委员的版本是不是？好，没有，好，那所以我们现在因为虽然询答结束，但并了苏委员的版本，我们是不是让苏志芬委员来做这个提案的要旨说明？谢谢主席哈，今天下午要审查这个逐条哈，那我有提出了三条哈，就增列第28条第8项，修正第32条第2项，还有增列第46条哈，第7到第8款呢哈，那最主要的话会修这三条的话，因为它牵涉到就是第一个案子、第二个案子、第3个案子，它基本上是个有母子关系哦，都是有连贯的关系，所以的话就一并的话哈，就提出这个三条的修法。那我们都知道是全台的就是台湾的焚化炉的余溢量哈的这个现况哈，虽然是它有余溢量也可以来收一般的事业废弃物，但是我们也很清楚到说目前24座的全台的焚化炉呢，也排挤到家务垃圾哈，这当然我觉得是环保署来讲是要负起这一方面的调度的责任哈，当然过去来讲在调度上来讲的话也缺失相当的大哈，但是也因为这样子衍生出来的问题，我们也看得出来，虽然全台24座家务垃圾的焚化炉有余量可以收受一般事业废弃物，但是问题一般事业废弃物要进入这个焚化炉来讲，这个考核的机制在哪里？好，所以我们也看到有害的废弃物的话，也进入到家户焚化炉的垃圾来焚化。好，那我们也看到过去的话，曾经也有修法过，也要求工业区或者是个科学院那个科学园区要自己有自主的处理垃圾的那个能量，但是法修了以后的话是完全没有进展。好，那也可以看得出来现在来讲的话，不管是有害的或者是一般事业废弃物，没对照。都招对的是家户垃圾焚化炉，那我想在法这边应该要有积极的作为，如果法再不有积极的作为的话，对目前所产生出来的乱象，就环保署还有就工业局，我觉得都没有能力来处理，所以我们只好能用法来规范他们用法呢是希望行政机关的话要有这个能力来面对，然后好好来处理，所以今天就提出了这个三条法案的这个修法，也希望我们委员会的话能够来支持，让它可以顺利通过，好啊，让可以去杜绝到说有害的废弃物不要再进入焚化炉，那焚化炉的话可以明证他自己的身份，先处理家户垃圾。那24座这个家户垃圾焚化炉，它又有它的寿命，包括它未来的话可能要汰换。还有包括有税修的问题，那也不应该说要汰换或者是税修而去排挤到现在的家户垃圾，我感觉这种丢的丢了哈。还有包括这24座家户垃圾焚化炉了，因为也优先在处理事业废弃物，那变得是讲图利的话，现在的操作或是营运的厂商，我想在这已经凸显出了很多的问题，所以在这边的话就特别请我们卫环委员会来支持这个三案，谢谢。好，谢谢我们这个苏委员的提案说明哈。那我们现在进行废清法修正草案等两案的审查，请宣读修正条文及修正动议。没有修正动议，现在。也没有修正动议。还是再念好吧。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逐条审查，是不是？读完一条再审查一条，还是要全部念完？好，那我们就全部读完哈。好。废弃物清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林淑芬等21人提案第二条，本法所称废弃物指下列能以搬动方式移动之固态或液态物体：一、被抛弃者；二、减失原效用、被放弃原效用、不具效用或效用不明者；三、于营建、制造、加工、修理、贩卖、使用过程所产生目的以外之产物；四、制成产出物不具可行之利用技术或不具市场价值者；
五、其他经中央主管机关公告者，前项废弃物分下列二种：一、一般废弃物，由家户事业员工或其他非事业所产生之垃圾、粪尿、动物尸体等，足以污染环境卫生之固体或液体废弃物。二、事业废弃物，一、有害事业废弃物，由事业所产生，具有毒性、危险性，其浓度或数量足以影响人体健康或污染环境之废弃物；二、一般事业废弃物，由事业所产生有害事业废弃物以外之废弃物，且向有害事业废弃物认定标准由中央主管机关会上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定之，由离辐射之放射性废弃物之清理，依原子能相关法令之规定，第二项第二款之事业系指农工、矿、厂场、营造业、医疗机构、公民营废弃物清除处理机构、事业废弃物共同清除处理机构、学校或机关团体之实验室及其他经中央主管机关指定之事业。委员林淑芬等二十一人提案第二条之一，原经认定为非属前条第一项废弃物之事业产出物，若有下列情形之一，得认定为废弃物：一、遗失市场价值且有污染环境、危害人体健康之余者；二、违法储存且储存情形有弃置之余者；三、未循正当方法进行利用且利用目的不具合理性者。委员林淑芬等二十一人提案第十四条，一般废弃物应由执行机关负责清除并做适当之卫生处理，但家户以外所产生者，得由执行机关指定其清除方式及处理场所。前项一般废弃物之清除处理，执行机关得报经上级主管机关核准，委托公民营废弃物清除处理机构或依中央主管机关公告或核准之方式办理。委员苏志芬等二十人提案第二十八条，事业废弃物之清理，除再利用方式外，应以下列方式为之：一、自行清除处理；二、共同清除处理，由事业向目的事业主管机关申请许可，设立清除处理该类废弃物之共同清除处理机构清除处理；三、委托清除处理；一、委托经主管机关许可清除处理该类废弃物之公民营废弃物清除处理机构清除处理；二、经执行机关同意委托其清除处理；三、委托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自行或辅导设置之废弃物清除处理设施清除处理；四、委托主管机关指定之公营事业设置之废弃物清除处理设施清除处理；五、委托一、促进民间参与公共建设法与主办机关签订投资契约之民间机构设置之废弃物清除处理设施清除处理；六、委托依第二十九条第二项锁定管理办法许可之事业之废弃物处理设施处理；四、其他经中央主管机关许可之方式，经中央主管机关指定公告之事业，应至专业技术人员其采自行清除处理事业废弃物之事业，其清除机具及处理设施或设备应具备之条件、许可、许可期限、废止及其他应遵循事项之管理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同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定之。第一项第二款共同清除处理机构应具备之条件分级、许可、许可期限、废止、专业技术人员设置、营运、操作记录与其他应遵循事项之管理办法，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会同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一项第三款第三目所辅导设置之废弃物清除处理设施，应具备之专业技术人员设置、营运、操作记录与其他应遵循事项之管理办法，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会商相关机关定之。第一项第三款第四目及第五目所设置之废弃物清除处理应清除处理设施，应具备之专业技术人员设置、营运、操作记录与其他应遵循事项之管理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商相关机关定之。第一项第三款第二目执行机关受托清除
脱清除处理一般事业废弃物，应依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锁定事业废弃物待清除处理收费标准收费，并配合该事业依第31条第一项第二款规定办理申报一般废弃物或一般事业废弃物之清除处理设施，不得合并清除处理有害事业废弃物。工业区及科学园区之事业废弃物不得于一般废弃物清除处理设施清除处理实施日期由中央主管机关另定之。委员林淑芬等21人提案第30条，事业如委托清理其废弃物，应尽相当注意义务，确保受托者妥善清理。如受托者未妥善清理，委托事业应负连带妥善清理责任。如委托时未依第二项所定之委托清理程序办理，事业负责人或所自制废弃物清理专业技术人员，并应视同违反第28条第一项规定处罚。事业废弃物委托清理程序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委员林淑芬等21人提案第31条，经中央主管机关指定公告一定规模之事业，应于公告之一定期限办理下列事项：一、检具事业废弃物清理计划书，送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或中央主管机关委托之机关审查核准后，使得营运与事业废弃物产生清理有关事项变更时一同；二、依中央主管机关规定之格式、项目内容、频率，以网路传输方式向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申报其废弃物之产出、储存、清除、处理、再利用、输出、输入、过境或转口情形，但中央主管机关另有规定以书面申报者，不在此限。三、中央主管机关指定公告之事业废弃物清运机具，应依中央主管机关所定之规格装置及时追踪系统，并维持正常运作。前项第一款事业废弃物清理计划书之格式及应载明事项，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商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定之。第一项第一款事业废弃物清理计划书之审查作业、变更、撤销、废止程序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一项事业依规定，应实施环境影响评估者，于提报环境影响评估相关文件时，得一并检具事业废弃物清理计划书，送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审查。四、环境影响评估审查通过后，由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竟予核准清除处理第一项指定公告之事业所产生之事业废弃物者，应依第一项第二款规定办理申报。委员苏志芬等20人提案第32条，新设工业区及科学园区之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开发单位或管理单位，应于区内或区外规划设置事业废弃物处理设施，并于事业废弃物处理设施设置完成后，该工业区及科学园区使得营运。现有工业区及科学园区之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开发单位或管理单位，应于本法修正通过后6个月内规划完成事业废弃物之处理设施，经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核准后，最迟于中华民国106年12月31日完成设置。委员林淑芬等21人提案第39条，中央主管机关得会同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订定得再利用事业废弃物之种类、来源、再利用用途、处理方法、记录、申报及其他管理方式之办法。中央主管机关得指定一定规模之事业，应依前项办法规定清理其废弃物，非属第一项之事业废弃物，得依第42条所规定之办法，向主管机关申请专案许可，并依许可内容进行清理。委员林淑芬等21人提案第39条之一，经再利用处理所产生之产品有下列情形之一，并经中央主管机关指定公告者，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负责其流向追踪管理
必要时并实施环境监测。一、用于田地者；二、有不当利用、不当牟利、污染环境或危害人体健康之余者；三、其他经中央主管机关认定需加强管制者，前项之产品标示应记录事项申报，查核环境监测项目、采样频率、样品采样方法、检测方法与程序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会同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委员林淑芬等二十一人提案第41条，从事废弃物清除处理业务者，应向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或中央主管机关委托之机关申请核发公民营废弃物清除处理机构许可文件后，使得溯偷清除处理废弃物业务，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执行机关依第5条第二项、第6项、第12条第一项办理一般废弃物之回收清除处理再利用；二、依第8条规定紧急清理废弃物所指定之设施或设备；三、依第14条第二项规定，依报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之方式清除处理一般废弃物；四、依第18条第一项规定，回收储存清除处理一般废弃物；五、第28条第一项第二款、第三款、第二目至第五目、第四款之清除机具、处理设施或设备；六、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依第33条第34条规定自行或辅导设置之处理设施；七、中央主管机关会同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依第35条第一项设置之设施；八、其他经中央主管机关公告者，前项公民营废弃物清除处理机构许可文件之核发应付之中央主管机关。委员苏志芬等二十人提案第46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并科新台币300万元以下罚金：一、任意弃置有害事业废弃物；二、事业负责人或相关人员未依本法规定之方式储存、清除、处理或再利用废弃物，致污染环境；三、未经主管机关许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废弃物；四、未依第41条第一项规定领有废弃物清除处理许可文件，从事废弃物储存清除处理，或未依废弃物清除处理许可文件内容储存清除处理废弃物；五、执行机关之人员委托未取得许可文件之业者清除处理一般废弃物者，或明知受托人非法清除处理而能委托；六、公民营废弃物处理机构负责人或相关人员或执行机关之人员未处理废弃物开具虚伪证明；七、工业区或科学园区管理机关未依第32条规定于其县内设置事业废弃物处理设施；八、一般废弃物清除处理设施之所有人或使用人明知事业废弃物的来源为工业区或科学园区而能接受委托清除处理。委员林淑芬等二十一人提案第52条，储存、清除、处理或再利用一般事业废弃物，违反第28条第一项、第31条第一项、第5项、第34条、第36条第一项规定，或依第29条第二项、第39条第一项、第39条之一、第3项所定管理办法者，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款。经限期改善，借其能未完成改善者，按日连续处罚。委员林淑芬等二十一人提案第53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款。经限期改善，借其能未完成改善者，按日连续处罚。情节重大者，并得命其停工或停业。一、储存、清除、处理
或再利用有害事业废弃物，违反第二十八条第一项、第七项、第三十一条第一项、第五项、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九条第一项或依第二十九条第二项所定管理办法。二、储存、清除或处理有害事业废弃物，违反第三十六条第一项规定；三、违反第三十八条第一项、第三项规定或第三十八条第四项准用同条第一项或第三项规定。委员林淑芬等二十一人提案第五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处新台币六千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罚锾，并限期令其改善借勤，能未完成改善者，得按日连续处罚。一、公民营废弃物清除处理机构违反第十二条规定或依第四十二条所定管理办法；二、指定公告之事业违反第二十八条第二项，应至专业技术人员或自行清除处理事业废弃物违反依第二十八条第二项所定管理办法；三、废弃物共同清除处理机构清除处理设施所属之公营事业或民间机构违反依第二十八条第三项至第五项所定管理办法。四、有害事业废弃物储存清除处理之操作及检测违反依第三十七条第二项所定管理办法。五、废弃物检测废弃物检验测定机构违反第四十三条第一项规定。委员林淑芬等二十一人提案第六十三条之一，违反本法规定所得之利益超过法定罚锾最高额者，得于所得利益之范围内酌量加重裁处，不受法定罚锾最高额之限制。前项所得利益认定核算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好，那我们现在逐条审查哈。现在请问这个第二条条文的修正内容有其他意见？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先进。那国营会这边，针对第二条的这个修正条文提出一些，建议的一个修正的一个文字啊、哦，我想主要是针对第二条的目前修正条文第一项的第二款跟第四款。那这边第二款跟第四款，其实这边所提到的主要是说我们废弃物的定义要针对不具效用哈、哦、或效用不明。意思说它的效用来当作它的定义，这个废弃物的定义的一个重点。那所谓的效用的这个认定哦，那基本上这个是会有一些因为时空环境改变而会有不同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过去不具效用并不代表以后不具效用。那譬如说中钢的一个转炉石，那它是一个它在炼钢过程当中它所产生的一个副产品，啊，基本上现在目前转炉石是没有在还没有在有效的在运用哈，那但是现在已经有在研究说要把它使用在这个填海造陆的这个材料以及其他的一个可以使用的一个变成并不是一个废弃物，所以我们是这边第二条是不是第一项第二款我们是建议文字稍做一个修正，也就是说在这个。灭失原效用、被放弃原效用，顿号，然后在不具效用之前，我们是不是可以建议加几个文字，也就是说加一个非属事业营运过程所欲产出之物品，而且不具效用或效用不明者，也就是说这个物品它如果是在营运过程当中，它必然会产生的，而且它就是它的一个副产品，或者它不是它不想就。也就是说，它是必然会产生，而且你讲这么多，就是为了中钢的转炉石了。是，当然是这个意思。是这样子吗？对。那第四款的部分也是希望能够把这个有关这个废弃物跟因为我的认定，其实跟那环境污染有关，跟那个人体健康的危害有关，所以我们是建议说第四款的后。那个文字的后面，我们可以建议是加说，且其这个储存或使用已经造成这个环境污染或危害人体健康之情形者，啊，加这个条件来认定为这个废弃物，啊，以上报告，谢谢。你说要加什么？第四款制造、制成、产出物不具可行的
利用技术或不具市场价值者，且其储存或使用，将造成这个环境污染或危害人体健康之情形者，之余者吧。之余者，之余者或许第四款我们可以勉强。储存或使用有造成环境或健康影响之余，不能结果犯了。就污染造成污染的结果犯，现在的每一个都嘛没有造成污染的结果，很难治结果，这件事情不容易啊。风险犯呢？就这个第四款哈，是想请问一下哈，像台塑六星的石灰的副产品，它不具可行之利用的技术，不具市场的价值，但是目前是储存。但是如果储存使用来讲，你们有个先决条件是说它有没有造成人体的身体的健康哦之余嘛，对不对？那么请问你们认定石灰副产品储存在那边有没有造成人体的伤害跟健康，有没有？有争议哦。那么请主席特别注意一下。是不是这样子？因为他刚刚讲了两个修正，文字都还蛮长的，事实上不容易记住，是不是你提一个修正动议来？提一个修正动议来给大家看一下。好，好，那我们是不是除此之外，他这个以外还有没有其他部门要表示意见？你回去提一个修正动议印给大家看，我们再回头来讨论。主席哦，那各位先进各位，我想首先呢、啊，这个非常感谢这个哦，召集人的话提出这个修正，尤其第二条，因为。第二条从民国1963年、啊、第一版这个废青瓦说确实，当时行政院版、啊、是事业活动产生的，结果后来变成执行，变成最后出来的版是说事业产生，所以它变成本来是不是自行产生的废气，比如说其实家庭就在工厂里面，其实大家也会喝水喝什么东西也有保特品嘛，就变成说保特品出来变事业废气物，那我们家庭出来叫一般的废气物，这个变成错乱。所以我想这次那个委员、哦、特别提出来，就把这个恢复，其实是恢复到1963年版、啊、那我是有，就是我们那边有两个看、哦、我就提出来大家参考一下、哦、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因为我们说本法所称废弃物，指下列能以搬动方式移动之固态或液态物体。我们是写物体这个字啊。那我想这个各国就。陈主委员从里面那个修正说明提到，假如以这个欧盟来讲的话，他们大部分写两个字嘛，一个是 substance 跟 object 两个字嘛，也就是物质跟物品嘛，是这样写。那假如像美国的话，它是写 materials， 哦，就是用 material 这个字，就是这个物质，有点物质这个意思嘛。那假如说日本的话，它是写物啦，它写物而已啦。那。大陆那边的话，他是写那个，也是写物品跟物质的、啊，所以我是因为未来这个是国际化嘛，未来我们还是要翻英文嘛，那是不是这个各位委员同意了？就是其实只要要国际化的话，因为大部分还是采用这个 object 跟那个 substance 嘛，所以是不是写物质跟这个物品这样子？哦，这个我想提出，这也无关的，因为物体的话要翻英文嘛，这个我想第一我就要提这个了啊。第二个就是有关。这个第二项啊，提到说前项废弃物分类下列两种哦，写的这个其实就是要把排除刚才提到的，把那个不是自成产生的废弃物的话，也不要把它变成事业废弃物。我想这个利益是这是修法的重点嘛。那我们是有一个大概有提供一点意见，看看是不是这样写哦，也比较好一点的。这个我大概念一下哦，就第二项这样写了，就前项废弃物分下列二种哦，那个。一般废弃物，指事业废弃物以外之废弃物；二事业废弃物，指事业活动产生非属其员工生活产生之废弃物，包括有害事业废弃物及一般事业废弃物。我想我们把事业活动这个就把它其实就写进去了。但我想这个地方我是他们参考那个日本他们清扫法大概这样写啊，他先写这个
什么叫一般废弃物？就是事业废弃物以外，那事业废弃物是什么？其实是强调是自省出来的啦，大概这样，这样我们那个提供这两个意见，那进行酌采。好，各位委员有没有不同的意见？第一个就是说，对于第一项里面到底是物体还是物质哈，就是这个 object 跟我想这个我们没有意见嘛，反正就是物质或物体，物品对，物质或物品。好，那在这个废管处在讲说，这个逻辑也是通的，就是说一般废弃物是指事业废弃物以外的废弃物啦。那事业废弃物就是这个事业活动产出的非生活废弃物啦。那其实一般废弃物我们也有考虑到要不要改名，改成生活废弃物，因为那个会跟一般废弃物会跟一般事业废弃物容易搞混，所以如果大家不反对的话嘛，其实也可以再思考，就一般废弃物改成生活废弃物。但改成生活废弃物的话，整部法的一般废弃物都要全改，那变成是说我们这次没有提修正的其他法条要跟着联动。其实我是觉得生活废弃物比较好啦，生活废弃物可以直接望文生义就知道什么是生活废弃物，那什么是事业废弃物是可以区隔的。好，那基本上这个我们大概都没有其他意见。那我们第一对环保署的意见跟我们第一项跟第三项的意见，我想不是第三项，是第一二跟四哦，环保署跟我们都没有，我们有共识可以这样子朝这个方向来。那至于经济部的哈，我觉得经济部的顾虑是刚才他一直都在想着炉石这件事情怎么办呢？啊，炉石我们知道炉石是登记为产品，哈，那跟石灰也是一样，这个强碱石灰炉石这件事情，哈，那它减失效用，那也不具效用，或者是它在目前是没有市场需求的，不具市场价值的，所以你作为一个，你其实不用固着于说啊，要帮它保存，不要被让它变成废弃物。我告诉你，让它变成废弃物也没有关系。为什么你知道吗？废弃物是可以再利用的嘛，并不是成为废弃物这条途径它就不能再使用了。所以我们是要跟国营会、跟经济部、跟这些国营事业单位跟你们讲，其实它变成废弃物，只有一种状况是会被处置的，要不然其实是可以丢。都是可以再利用的。那种状况就是你不当的储存，放错位置，就是早上这个副署长讲的一块猪肉在猪肉摊上面是猪肉啊，可是它丢到垃圾桶里面，它就是它是猪肉，可是它是丢弃的猪肉，它是废弃物啊。所以这个事情就同样的逻辑啊，你这个副产石灰，你去做水泥，成为水泥原料，它是一个再利用的资源啊。那如果你这个东西你把它放到农地上去，拜托，这个是它变成一个毒啊，对农地农业生产来讲是土壤污染啊。所以我是觉得不用担心被成为废弃物这个问题，而且就高雄的行政法院的判例也认为你是作为一个产品跟它是被丢弃这件事情是不同的，不是只能二择一啊。我的一个电风扇在我家，我去买叫我买一个产品，可是我不想丢，我新的我有可能丢掉啊，把它丢到垃圾场去，它还是必须要依照废弃物的处理去处理啊。所以你一个产品你可能还是要会丢弃啊。所以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是一个二择一的概念，从行政法院的判决三个案子都是这个概念了。所以我是不晓得其他委员的意见是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国营会刚才念的文字的需要性在哪里，否则的话其实不用担心这个炉石转炉石或是石灰被变成废弃物，因为废弃物是可以再利用的，是可以再利用，申请再利用就好了。好，那第二条我们大致还是保留一下下啦，要不然我不要讲说我们大家就这样子保留一下，让他的修正文字拿出来给我们看一下。那我们继续处理第二条之一。
第二条注意啊，之一有没有意见来处长？免惊嘞啊，你直接去你讲就好。感谢赵局长，我想二条之一的话，我想我们也尊重这样一个条文了、啊，但是是不是提供一点意见啊？就在那个第一项里面提到，严经认定就是开锁店一项，严经认定为非属前条第一项废弃物之事业产物产出物，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我们是加一个主管机关得认定为废弃物，就是有个人来，哎，有一个主持啊，大概是这样。好，谢谢。委员有没有意见要表示？那我来做一个说明好了啦。其实我们为什么要拿掉主管机关得认定为废弃物这样的一个字眼？我们当初的修正案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怕主管机关怠惰、行政不作为啊，这种东西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真的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没有讲说得认定为废弃物的交付给主管机关，是为了让法官或是检察官在这个处理上有更大的处理空间，好、哦，但是呢，就这一条哈、哦，我们也回过头来讲那个国营会，其实有这一条你存在，你去讲修正文字嘛，是不好。第二条就是说，即便不是废弃物，但是你有下列的状况者，仍然可以被认为是废弃物：失去市场价值，或者是违法的储存，或者是违法的利用，等等，其实还是要再认为这个废弃物。你一堆臭掉的，你一堆水果，然后都放在路边，然后要放一天、放两天，你基本上还是要把它认定为废弃物去处理啊。所以主管机关得认定这件事情，可以让大家来讨论。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小小的修正，是说，第二款里面违法储存或利用或违法利用了，好、哦，或储存利用情形有弃置之余，那为什么讲这个？是因为也是我们中康的转炉石啊，他就是说，我暂时堆置在这里。浊水溪上礼拜日不是讲那个浊水溪上游，那也是说我是暂时堆置啊，啊，有时候暂时堆置一堆啊，变成二十米深、二十米高。啊，你知道光是清运费都是不可能的，你说它是暂时堆置，我们不相信啊，那个清运费可能就要上亿的，不可能暂时堆置是花上亿元的清运费清运走的。所以这个东西有弃置，它明明是以堆置之名行弃置之实啦，所以违法利用或违法储存或利用啊，有弃置之余者了。第二款是不是这样子？违法储存或利用，然后有弃置之余者这样子。那第三款，其实我比较想问这个环保署和执法单位，虽然是我们和民间的版本是这样子提，但是我觉得还是有执法上的，我们立一个法是要能够操作和执行的。那我们不希望说，啊，你就说好了，通过啊，你可以操作和执行吗？就是说，未循正当方法进行利用，且利用的目的不具合理性者，这样子会不会有执行上的困难？处长，因为你同意嘛，啊，但是又说你觉得这样是可以执法的吗？那跟委员报告，假如说利用这个事情，那其实利用本身就有所谓的政府有一个规范的嘛，哦，不管是公告再利用，然后是个案，然后是通案的话，其实本来利用在这个法规里面三十九条就是它有一定的程序的，所以的话，未循所谓正当方法进行利用，其实变成就是说应该未循这个，比如说这个法定方法这样子，应该是这样，他们因为你说正当方法这个就很难。那很难，比较难的。对啊，我就是要听这啊，你都这样，那拢感觉你无意见啊？那个局还是要局长来反映。哦，不啦，没有这个意思，就是因为我们这样讲，当然是都比较，大家执法上可能比较
一执行，就是反正本来有法定的程序嘛，法定程序你只要不执行，这个本来就违法就处理了，这个本来也这样。现在是要把它认定为废弃物这个事情的话，这个正当方法，因为很正当方法就比较对啊，对啊，就是可以具体指出这是什么行为的，所以这个是不是有执法上的问题，所以我们才自己提出来跟你讨论呢、啊。我觉得就是我们要立了一个法是可以执行的、可操作的、可以认定的、啊、所以你觉得这样子的，我自己觉得说这样子会不会不明啊？应该是可能到时候也是比战呐、啊，就是到时候正当方法是何为正当的话，他认为正当。他说他还这样干呢、啊，就是那我们认为不正当啊，就赠送嘛，应该会变这样子的。而且利用所谓利用，我们在法规本来就有利用这个定义了，所以应该是规定的方法去做这样子。假如没有按照哦，比如你这个再利用是这样是谁，但你没有这样去做的话，得认定为废弃物，大概应该是这个意思的。正当方法可能会比较复杂。所以你是说卫依39条，卫依本法所定的，把电话转你嘿。卫依本法什么？卫依本法规定的再利用，利用嘿，对啊。卫依本法规定的再利用者，卫依本法规定再利用。好，卫依本法规定的再利用得。认定为废弃物，反正人家再利用一个再利用的公告办法，然后你都没有依照本法授权出去的这个再利用管理规定，就可以视为废弃物。这样讲对吧？是吧？对吧？我想也是，好像是啊，没错啊。但是这样前提就是说，照你的说法是要主管机关得认定啊，你如果不去认定怎么办？那跟主席报告了，就是刚才主席提到，其实本来司法就独立审判嘛，其实当法官其实他有他的见解，每审有见解啊，所以的话，其实这个是要有没有司法是要依法判决，对对对。我们现在这个法如果要要求践行的程序是主管机关先认定，主管机关如果不认定，他就能不能有足够的法可以让他释法去判决说这是废弃物，当然现在有判例上也有了。跟那个主席报告，因为现在其实刚才那个苏伟也提到嘛，那个台塑那个案，就现在就有7个赠送案在那边，都还没有最后的决定嘛。所以我是觉得啦，就是司法跟行政方面，司法就司法，因为法官本身他见解，当然他的见解，因为有时候你说法院这样子，对，那高等他有他的见解，对，最高有他的见解嘛。那我想司法是这样子，那假如说主管机关判定有个依据啊，就是未来主管机关，比如说不管是地方或是中央，对不对？他判定为废弃物的话，至少有这样一个依据的话，那他判定的时候赠送的这个可能胜方会比较大一点的，大概是这样子。对，我们希望就是说，因为我们法明定说主管机关得认定为废弃物，就是卫依本法规定在做的，通通都可以认定为废弃物了啦。卫依本法规定的再利用者啊。的再利用就可以认定为废弃物。也就是说，如果叫这个主管机关嘛，检察官会因为说你主管机关没有认定为废弃物，说他就不予起诉嘛。检察官，你按你跟你讲嘛。其实目前也不会这样子，像高雄案，刚大家想提那个高雄那个案的话，其实检察官他是这样认为啦，他你即使登记为商品啦，就他要判定废弃物也没有问题啦。他是这样说没错了，对，他会这样写哦、所以到本来他的独立审判的，我是觉得我们要尊重法官他的权责了。那假如主管机关是不是可以这样认定？副署长的话有没有什么？主管机关得径自去认定废弃物的这些构成要件，这样子有没有执法上的问题啊？没有的话，我们就要通过了。啊，来，我们的那个待会儿我们法务部罗山市等一下也有意见，没关系，可以让他先讲，再让他讲。跟委员会报告，就是其实这一个应该没有那么多的争议，因为前提是原经认定是非属事业废弃物，哦，就是它原已经被认定非属全条第一项的废弃物，啊、哦，所以现在一定是要改认定嘛，所以不会有所谓法官说因为认不认定，因为如果说主管居然没有再把它认定回来，它就是照原来的认定啊。所以法官那个时候他也不能自己再去
从为认定。非属前条。啊、哦，因为这一条第二条这一第一项原来写的就是原经认定为非属前条第一项事业废弃，第一项废弃物之事业产出物，那就已经经过一个认、啊、已经认定的一个过程了，所以你后面要改。因为这个下面几款原经认定为非废弃物啦，他意思原经认定为非废弃物，但是有下列情形可以再认定它是废弃物。那所以如果说他有下列这几款，可是没有被改认定，他就原来已经被认定非废弃物了，所以到法院还是不能直接把它进认定为废弃物啊。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就要用到前面的第二条去认定。不是，恐怕他的第一项的第一句话是讲原经认定为非属事业产出的废弃物，不是废弃物。第一句话是讲它不是废弃物，对。然后第二句话是讲有下面状况，我们还是可以认定它为废弃物。所以它原来可能叫做转炉石是叫产品，因为它登记为产品，但是有下列的情形可以认定为废弃物。是这样子，所以就变成说前面他先认定他是产品了，对，所以就一定有一个人去认定他是产品了，对。但是我们认为他非法储存或利用而有弃置之余，那我们还是要把它认定为废弃物、啊、对。但是这个写不写这个在法院判例上判决上已经有过了，但是就是说我们希望法里面再明定的更清楚，让每一个法官和检察官可以更清楚这样子。但那个前提是加上你们说要主管机关得认定为，是要先请主管机关要有作为了啊。其实我主管机关还是有可能不作为了。来，我们请罗参事。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先进，那事实上这个第二条之一的第三款啊，这未循正当方法进行利用且利用目的不合不具合理性者，那这一款是一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那以我当检察官多年的经验，那检察官是依据个案具体的证据 来判断，但是碰到这个比较专业性的话，检察官一般还是会、请教哈我们那个专业的机关，比如说我们环保署啊，各个环保单位。那所以在法律的制定过程当中，如果说能够规定的非常具体明确的话，哈，是最好了。尤其我们这个废弃物清理法有刑责，也有行政法。那不管刑责或行政法，大法官会议解释都说要处罚要明确性嘛，一定要非常的清楚，让人民可以预见他的行为是可以被处罚的。那所以说，如果说能够在这个法条里面能够很清楚的规定，这种就是废弃物的话，那将来在执法的过程当中比较不会产生疑虑。那如果说检察官起诉的话，胜诉的几率也会比较大。好，报告完毕，谢谢。好好，那我们知道，就是说，我想就是我们暂时也是修正成主管机关得认定为废弃物，这也是一个修正。那第三款是要修正成未依本法规定再利用。可是呢，我现在一个问题是，既然它不是废，它不是，它首先是一个产品，它不是废弃物，所以它哪有所谓的未依本法规定再利用这一件事呢？它要认定为废弃物以后才会有再利用。可是我们在讲第三款是说它的构成，它的行为构成的要件是这样子，然后你可以认定它为废弃物。可是它现在是产品，产品无所谓再利用三个字啊，那要怎么修第三款？处长，未依本法规定，跟委员报告，其实这个如果那样修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好比说他放错位置，那现在我们只能说他违反再利用的规定嘛，就早上也有委员质询，那如果我们现在可以改认定他是废弃物，就变成说他不会是躲到再利用的那一条。我们现在就是要具体的讲出说，比如说以转炉石为例，他是产品。它不是废弃物，所以也没有走再利用那个途径，都没有。我们现在讨论的是炉石的话，如果这个第二条以转炉石为例，好，那怎么样才能框定出来？当然是转炉石可能用第二款就可以了。对，第二款，那好，利用。那如果是第三款，未依本法规定再利用者，再利用，未依本法规定再利用，可是走再利用都是废弃物啊。它本身就废弃物了，干嘛再认定？那个不是啊，
已经他经过再利用机构出来。现在跟委员报告了，这两件事的。但第一个是说，因为他开始是不是被认定为废弃物嘛？对，他 对, 不对他，但是有下列情况，就像我们就把它判定为废弃物嘛？是，对啊，所以那个委员提到这个也没有错了，因为我假如再利用的话，变成已经落入三十九条废弃物的循环界了嘛？是，当然废弃物循环又涉到再生以后产品的利用的使用嘛，所以就是就这样。啊，安尼我听有啊。而且产品的使用，假如不符合这个规定的话，因为未来产品的使用还要连线这样子嘛，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判定，大概是这样子的。处长，你很有经验，你应该讲清楚，我听懂了。比如说以还原渣或是渣炉渣为例，它如果可以做成水泥产品，啊，可是我们以前发现很多水泥产品。它成为产品了，再生产品，但是呢，事实上卖不出去，所以都乱弃置。所以这个产品我们是未依本法规定再利用，或是违反，那这个东西再生产品还是必须要把它认定为废弃物。对了，就跟委报的先生我们这样，本来我们再生厂出来的东西应该是产品，产品对，产品就要去使用嘛。对，但是它不规定去使用，本来说叫你用在 A 处，就用到不应该用的地方，对不对？我们就判定你在用废弃物啊，这个大概有这样的用意，来看看召集人这样子。好，那我们第三款要怎么修正？还是未依本法？那只是框在再利用产品，那其他再利用产品未依本法规定。再利用，那只是限说在再利用产品这件使用，未依本法规定使用。对了，应该好这样子比较好。再利用产品未依本法规定使用，好，再想一下好了。我们第二条之一也再想一下下好了啦。好，那我们继续再来处理第十四条。第十四条，有没有意见？就这个十四条是没有意见，但是我想我要感谢这个召集人，因为这条确实解决很多麻烦的。以前发生废水用有的时候，结果二十三个县市都要报上来说，哦，他们要怎么去处理，变成要报二十几个公文来嘛。那这次的话，这个修法的话，变成就是说，这个有本来我们是要一中。报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嘛，所以每个人都要报上来嘛。现在我们假如这个时候共通性的话，那就可以由中央主管机关公告就好了，这样就好了。所以我想这个修正是有方便大家哦，各个那个环保局这个行政简政便民了。这个好，这个大家没有意见吧？我们就照这个修正意见通过哈。到目前为止，唯一一条。没有保留通过的，那刚刚有讲到 要修正文字的，是不是请相关的部会好来做一个文字修正一下，待会儿再来参考。那我们继续处理第三十条。第三十条有二十八，抱歉，二十八条，哎，对，抱歉。苏委员有没有说明？其他对，那其他部会有意见？委员大家好，因为这一条这个影响涵盖范围，不仅包含这个工业哦，那甚至科学园区哦。还有地方都影响到，哦，所以这边我特别做说明，哦，因为如果以目前这个条文的内容，工业区及科学园区，哦，那如果是以工业区来看，除了包含经济部所辖六十二处，哦，还有这个科技这个包含这个地方像环保科技园区，哦，还有地方报编的一百一十二处，加上地方政府都市计划工业区大概有三百多处，哦，
这里面这些厂商他将来产生的事业废弃物大概都不能在一般事业废弃物一般废弃物的处理机构来处理，那将来会造成很大的问题，因为如果以这样的条文来看，不得于一般废弃物清除处理设施处理，那基本上就只能在这个目前这个工业局有辅导设置的北中南三个有害的事业废弃物的焚化炉去处理，或者是部分甲级的处理业它才能处理，这量能是相对是少很多，所以如果条文照这样写，将来可能会产生不管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都会产生非常大的问题啊。那另外也必须要说明，就是说事实上目前因为一般的焚化炉它有很足够的余裕去处理我们的事业废弃物那而且事业废弃物对于我们目前各县市的焚化炉在运作其实有它相当大的帮助，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送到焚化炉去处理的一般事业废弃物因为很多都是包装的材料那它事实上它燃烧的热值是比较高的所以它目前这个在一般的县市的焚化炉它这个能够收受事业废弃物的话，事实上是可以让它的这整个焚化炉的运作效率更好。所以，以目前来看，台湾的这个各焚化各县焚化炉总余裕事实上是完全足够来容纳事业废弃物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这条能够大家能够再讨论一下，因为如果这个那这个区里面的事业废弃物不能在区外去处理那将来可能这个。因为这个台湾的这个不管中央地方，这个将来会造成很大的困扰。那以上做说明。科技部有没有意见？来，科技部。科技部也是同样同工业局的一个意见哈，最主要是科学园区所辖是三个科学园区，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也是会面临到这些相关的问题，所以我们还是建议说，如果一般的一个一般的废弃物处理设施，如果有余量的部分的话，还是可以容纳我们一个所产生的一个事业废弃物。苏委员，简单的讲这个事情的白话文就是说哈，我们的焚化炉就是我们政府的焚化炉不可以去收这个事业废弃物去焚化，这样子事业废弃物不可以进我们的公家的焚化炉了。其实为什么会修这个法哈？简单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家户垃圾焚化炉，我们把它称为生活废弃物的焚化炉。好，那生活废弃物的焚化炉在处理这个生活的垃圾，跟一般事业废弃物处理的 SOP 是要不一样的，但是现在呢，全部都搅和在一起。那么我就请各个部会的话稍微注意一下哈。明天的话，我们的李大署长就要来做业务报告，他有提到，就是要落实废青法第32条，工业区事业废弃物之处理，以区内处理为原则。好，将协请经济部工业局注意听哦。将协请经济部加速相关建设，于北中南三区增设3到4座的处理设施。OK， 局长，这是明天我们李大说，不要紧，你坐下，我当跟你辩论。好 ，OK， 你当去呀 ，OK。我讲了讲，当然那是要注意音准了哈。我讲的是，环保署在明天的话，他的业务报告他会这么讲。我说没讲你讲，不管是科学园区或是工业区的哈，内地是和产出的事业废弃物，好，不管是有害或是有毒来讲，那个的话一定要另外一套 SOP 来处理。好，那么这个北中区3座到4座可以互相澳援。那以目前24座家户垃圾焚化炉，它有些是要税修，有些它也应该要汰换。那么我也会具体建议啦，建议环保署，就是24座里头，比如讲的话，我们以某一座了，某一座焚化炉来讲，它可以把它转型或定位，它就可以收受事业废弃物，或者是科学园区或是工业区，它可以转型，它并不一定，因为在整个区域的一个在区域的一个调度它上来讲，所以那个废那个什么废那个废管处的处长哈，那么就啊，这边先我们 OK， 24座就对了，这24座内底毛法都一座的归去，你怎个证明伊就是去处理，就是安怎去处理事业废弃物？这种家伙的处理家伙的，咱若要处理事业废就处理事业废弃物，我感觉安尼规个较袂乱，而且包括事业废弃物的流向，我们也可以管制清楚，嘛较袂混冲夹杂，
在里面。我也觉得说，包括说科学园区还有工业区了哈，这个事业废弃物的产出者来讲的话，真的要开始要负起的责任，而不是全部都丢过去了，而不能这样子丢到市面上来。这个我也补充说明一下，就是二四座的焚化炉借龄的啊。老实说，焚化20年借龄，差不多的也有7、8座。那事实上，整个焚化炉大概未来处理交互垃圾上面，如果牵扯到借龄，然后你没有你的基础上面没有改善的话，事实上未来也是蛮大的麻烦。第一个，第二个底渣的部分，虽然三级品管，但底渣的品质参差不一啊。好，那这个底渣因为稍多一点的那个事业废弃物哦，跟生活废弃物，其实这个品质参差也不一。啊，第三个事业废弃物处理的炉温可能需要更高温，可能需要更专业一点，的确也是。可是就是说，现在如果立即马上法一通过就不能收哈，恐怕垃圾大战又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来了。那我们知道工业局自己有把工业北中南三块的环保设施用地要这个标售，然后要给这个处理设施厂商去经营啊。这件事情我觉得局长你也可以来报告啊。对啊，如果你的北中南的三块环保用地的确你要去做这个垃圾处理设施，你们的启程、你们的规划、你们的收受的垃圾，你们是怎么样一回事的构想，我觉得可以说明了，简单。我想跟委员报告，现在其实这个北中南工业区都面临这个，尤其是中部跟北部都面临非常不足的问题，所以在中部跟北部，我们大概，除了中部大概除了彰滨以外，我们大概，很难再找到一块地来做环保设施啊。这边也说明，那南部的话，我们目前大概在云科工可能还有一些环保用地啊。那当然这里面牵涉到就是说，目前因为焚化炉这个部分其实它有余裕可以收事业废弃物，那通常事业废弃物热值是比较高，对焚化炉的运作会比较良好，所以这个厂商在投资是不是要做焚化炉时候，它其实也会考量，因为可能有时候也会市场的关系，因为在全国基本上焚化炉量是够，那结果如果有厂商他要来投资焚化炉，他可能就会考虑量已经够，他要来投资，可能在将来他的收受市场竞争力会输给这个公家的这个焚化这个炉的相关的这个运作机构啊，所以这部分也是要去考量啊。那但是我这边也特别在强调，因为刚才我特别讲到那么多工业区，因为很多都是地方政府的工业区，因为照我们目前的环保的相关法令，这些都是要被视为是工业区的。那照这样的定义，几乎这个所有的事业废弃物都不能在一般的事业废弃物的机构，一般的废弃物的机构去处理，将来可能这部分会造成很大的一个问题啊，这是我们非常担心的。这以上报告。副署长，你要表达意见是不是？来，陈委员。主席，我想啊，就是说关于这一条，就是有关于那个事业废弃物不要进入到一般事业废弃物的里面哈，这个当然就是说我们会看到就是工业局的单位哈，或者是科技部的单位，其实是应该要鼓励或者要求我们的事业废弃物的园区的这一些的单位呢，他们必须要把他们的事业废弃物减量，因为我觉得他们的事业废弃物太多了。光在那个南部的那个高雄的厂，大概60%以上是事业废弃物的，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会占了很多的一般的那个生活废弃物的这个处理的这个量。而且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说事业废弃物事实上它应该有一些循环再利用的一些的管道，它上下游的这个枢纽，或者是说我们过去说的从摇篮到摇篮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它其实是可以让它的事业废弃物尽量的减少。事实上它事业废弃物所产生的就是污染了我们的大地，那如果是说我们现在是用这样子的方法来要求它的时候，它就会想办法让它的事业废弃物是有去处的，而或者说他们就尽量能够减少的。那另外我想提到的就是说，我们环保署过去所新建的24座的焚化炉，它基本上它的
当初的计算的那种规格都是用生活一般家庭事业废一般家庭废弃物的规格在做处理，所以他根本没有办法去处理一般事业废弃物，或者是说我们的事业废弃物的有毒有害的这个部分的规格。所以呢，我们其实一直以来我们的那个焚化炉很多都会有什么带药辛啊，或者说有什么这样子的不当的这种产值出来，它就是因为我们可能烧了太多的这种事业废弃物，所以事业废弃物它的量很大。它产生的量很大，它如果说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一般的废弃物的清除处理的系统里面的时候，其实它的都是以吨来说。那我当然也知道，一般的焚化炉它如果在收这个事业废弃物，它就有一些的这个重量，它会有一些的收益。可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去好好的想一想，我们的那个事业废弃物，或者说我们的那个。它的去处，还有就是说，我们刚刚主席有提到，我们其实已经有一些的焚化炉、焚化厂，它都已经借期了。那这个的维修管理费用其实都非常的高，所以说不定有一些的那个借龄的，它还是要关掉的。所以我们其实是应该好好的去想一下这一块。我认为这一条应该要坚持，然后也让我们的工业单位，或者是说我们的。科技单位他们在这个部分一定要下定决心，他们就是要来好好处理他们所产生的废弃物，而不要把他们的废弃物放到这个生活废弃物里面来烧。我觉得这样子才会对台湾的空气品质，或者说是对我们的废弃物的量，才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向。以上。好，那我们是不是副署长要说明？主席，各位委员，我想首先我先回应一下这个陈委员的意见，就是其实我们现在焚化炉所收的所谓事业废弃物一定是只有一般的，所以有毒有害不会进去的，那个是不合我们焚化炉收的标准，抱歉，所以倒还没有这个疑虑。不过我想很谢谢我们苏委员今天提的这一个修正的条文，那么所以很清楚，就是我们当初焚化炉在新建的时候，就是在全国在垃圾大战的时候，所以新建的那个时期，对于盖好的焚化炉，其实地方几乎都不太愿意接受，因为那都是邻避设施。所以当初中央在盖的时候，交给地方是完全无条件的，就交给地方去营运。所以现在就变成说，我们碰到的困境哈。就是说，变成我们现在要去调度它，就产生一些困难，所以这样的条文，我想这个用意对我们是很好的，让我们有一些帮助。不过，我想这个当初焚化炉盖好了之后，那么透过因为资源回收的关系，所以我们的焚化炉产生了一些余裕量。那么当然这个焚化炉当初盖是以民生垃圾，就家务垃圾为标的去盖的，所以量也是以那个去估的。但是因为资源回收之后，生活垃圾减量了，所以它的余量空出来，所以在行政院才有说，那这样子是不是把这个量拨出来协助处理一般事业废弃物，才会有现在这个状况。那么在去年所产生的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再分析起来，我们觉得可能有两个问题哈。那么一个当然就是最主要的，就是说这个垃圾的调配。那么因为我们的家务垃圾它有地域性，所以它进场的比较固定，但事业废弃物它会往便宜的地方去跑，所以上次的危机就是有的地方政府没有控管好，所以它因为便宜，所以很多人到它这里来，它就拼命收过量了以后，就对家务垃圾产生排挤。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苏委员所提的说，因为事业废弃物进来多了，所以让我们的焚化炉现在都接近饱和，所以接近饱和的情况下，只要有一个波动，因为我们这有地域性，如果说南部控下来量不足，然后跑到中部来烧，跑到北部来烧，那这两个地区它就会产生垃圾烧不完的状况，所以我想在这个去年的状况大概主要是这样。当然我们在调度很努力，但是确实碰到很大的困难，因为有的地方我们很难去调度。所以委员所提的说，是不是这个焚化炉，我们一般的这个大型焚化炉优先处理家务垃圾，这个我们赞成哈。但是就是说是不是要这样子来写条文，我想可能除了工业局跟国科会他们的顾虑之外，
因为基本上垃圾处理的调度还是有它的专业性，以及甚至它的季节性的变化了等等哈，包括焚化炉的操作，如果说我们今天老是让它吃不饱，其实它的污染防治设备不是会处在最好的一个状况，而是应该让它在一个稳定的操作的情况下，它的污染控制才能够在一个最好的状况。所以怎么样子让它的垃圾能够稳定的处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们会去考虑的哈。所以在这一个条文可能可以跟32条来一起来思考，就是说如果以32条，就是说每个工业区都要它去设一个焚化炉或者处理设施，其实也不见得很好，因为到时候很多小的到处林立，那其实它可能变很多的污染源跑出来哈。所以刚刚几位委员有提示的，我们也希望朝这个方向来努力。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也许明天不好意思，因为苏委员提出来了，我就报告一下。我们是希望说，也许跟工业局来协调。那么在北中南，如果能够我们找到适当的工业区能够释出，那么鼓励民间来设，也许他就专门处理事业废弃物。那这样把事业废弃物从我们家务垃圾的这个系统抽开，那我们家务垃圾的压力就会小一点。好，那我们就可以比较有弹性来调度。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28条要定，我们会比较倾向说，是不是给我们也期望有一个工具给我们去调度他们哈。但是就是说，是不是可以这样来处理？就是说，让我们分优先顺序。好比说，家务垃圾要依照我们的规划优先去处理，这个大型焚化炉依照我们的规划优先处理家务垃圾，然后有余量才可以处理事业废弃物。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先期去规划，依照区域的联防去规划说 OK， 你每个炉子大概你要控多少的量下来处理家务垃圾，余裕量才可以让你去收事业废弃物。那这样子就变成事业废弃物它的去处就变成是在一个比较有秩序的情况下去流动，那就比较不会产生我们的这个垃圾处理的危机。那这个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税修也好，重大活动也好，或者说是刚刚委员都提示了，我们有一些厂线要进入它的更新，那么这一些的期程，我们都可以给它做一些适当的安排，那看能不能说避免说，哎，未来再产生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哈。所以我们是希望说，是不是能够朝这个方向来处理？但是因为我们署长很重视这个事，对于这个条文，这一次的修正案，我们署里面已经开2次会了。但是这个想法大家想出来了，但是还没有办法具体把它落实下来。所以如果有机会，是不是我们可以再跟委员来报告，那把这个东西把它比较具体，让我们委员提案的精神我们可以保留，让它可以也让我们未来可以推得动。好，这个是我们期待想建议的了哈。那刚刚陈委员所提到说，设备就去减量，这个也是我们署长也在提，因为我们希望说他希望要大力来推所谓循环经济，就是说让怎么样的这些可以在我们这个废弃物不会是废弃物，而是在我们的经济循环里面可以充分再利用的。那这部分我们也未来也可以再来努力，那看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可以处理这个有关大型焚化炉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这个条文，好，供委员来参考，谢谢。好，我想我可以理解副署长的说法，我是要举这个西周焚化炉为例哈。西周焚化炉就是说，它一开始呢就是用拜托的，我们是拜托这个中油去代操作，好，那拜托它的过程哦，用最低的价格一顿就是家户垃圾处理，大概是190几元，将近200元。然后那个在民国90年的那个氛围之下啊，它是说你的售电所得超过105%就全部归县政府。那回归到今天这种时空，十几年过后，发现说它的钱收的钱少到非常少，所以中油嘛，被整那么整，他说该更新设备他也不投资，然后整个状况哈就营运的非常不好。你听到这个焚化炉经营到亏损的，大概就是这个是其中一个。那个价格哦真的很不好，那他们也没有余裕量可以去收事业废弃物，也几乎没有。所以根本就没有额外的收入，所以他副署长讲到说，稳定的操作才能把确保这个焚化炉的操作到最好的这个品质，他必须投资设备去做很多的污染的捕捉和污染的这个固定这样子。可是像西周焚化炉就是管线破了，然后非例行性的停炉
太多了，太长了，所以更怀疑他们的污染的捕捉有做得彻底吗？其实我们也是打问号的。他有讲到这一件事情，那副所长的讲法是说，副所长，你刚才意思是说，其实这件事情就是生活废弃物、生活垃圾、各县市的垃圾大战这件事情是可以解决的，是调度的问题，是可以用行政作为就可以来协调的。可是就是说，可是因为以往都没有协调好，所以让云林的垃圾这样子变成一个困扰和问题。好，那大家各自本位主义，就是过去都没有很好的作为。那副所长是认为说这是可解决的，那我们就是不放心，所以我想苏委员也是基于这样子才认为说干脆用法律来明文定之啦齁。但是有可能法律定下去以后，对未来整体焚化炉的管理和操作上可能也会有一些困扰啦。所以这一条我们是不是苏委员再发言一下，那我们是不是就先保留一下，你下一次来报告的时候提出一个最具体的你认为垃圾大战可以解决的模式，公会交代会过啊，嘛有法度啊，咱再来讲要哪去的，好不？主席是这样子哈，有关于第二十八条哈，比如讲的话，那个副所长提到说，以后的废弃物的话，供应是不是能够稳定哈？国外焚化炉来供的时候，或是说国外的很多了，我们再看他们的操作了，好，譬如讲选用的供，第一座的焚化炉的话，可能是你营运的话是上半年，好。第二座焚化炉的话，可能营运就是集中在下半年，所以并不是说每一座焚化炉的话，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扣掉税休，你都一定要营运，没有这个没有这样子的哈、哦。所以我们有打听到说，国外的话，他们的案例到底是怎么样？好、哦，阿哥来的工，我刚已经有发言过的话，已经有建议环保署立即扣入的，就讲二十四座里面，其实可以腾出一座或两座，你就把它转型定位，它就是专门就是收事业废弃物，因为你事业废弃物的话跟生活垃圾废弃物的话夹到底的时候，我感觉那是一个很难处理的，对啦。你说是不允许，法不允许，有没有缓冲？一定有的嘛，这何必再讲呢？这个不需要去了嘛。所以第二十八条跟第三十二条，我再建议就是主席哈，因为第二十八条已经有说实施的日期由中央主管机关另定之了。那么第三十二条的话，本法通过修正通过后六个月内。因为当时没有规定这个，那么我想是这个六个月内的话是大家可以商量，所以二十八条跟三十二条来讲，我们是应该把两条绑在一起来思考问题，来解决副署长刚所担忧的那个、哦、而不是说就二十八条的话是不是保留不宜再继续讨论下去，而什么下一次的话请你们提案上来的话，我们再来审第二十八条。二十八条跟三十二条是一定要绑在一起思考，这个我也同意。但是如果副署长你的担心的问题的话，你是不是就三十二条与英语本法通证修正通过以后六个月内，还有副署长你刚刚提到说啊，哪个目前刚刚扩行大概没些分化都按的规模较小，因为规模较大的对啦哈。我所谓的是安怎，咱讲每一个工业区一定要有处理的能量，这个处理能量不一定是讲啊去做分化咯，伊把当做 MI 厂啊，他在处理上来讲，他可以用掩埋场来处理啊。还有的话，工业区的话，也 A 区加上 B 区加上 C 区，他们也可以互相澳援、啊、所以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个问题。说，哎呀，每个工业区的话，是不是都要成立焚化炉？那这不是更污染更大吗？才没有这个，我这种疑虑吧。我觉得内行人应该讲点内行话了。所以就二十八跟三十二条的话，我们可以一并大家来检讨它，而不是说二十八条保留。这个主席，我是这样子建议，这样子好不好？二十八跟三十二条，因为等一下讨论到三十二条，还是会碰到同样的问题了。好，谢谢。向苏委员报告，保留并不是说不处理，我们今天也有可能全部跑完一遍，大概也没办法。有一些哈，我们有办法取得共识，我们就通过；没有办法，我们可能还再多一次的讨论在委员会里面，并不是我们不讨论了，我们还会继续讨论哈。吴委员。我想苏委员提出这个提案、哦、主要是要解决垃圾大战的这个问题、哦、那在这个 我们礼拜一去参访西周焚化炉的时候，其实也听到一个情况、哦、也就是说当为什么税收税休的时间好像都集中在非夏季，
因为是夏季的供电卖的电比较好，价格比较好，所以呢大家就在那段时间就不敢税休，所以全部都集中在某一些地方，所以我们就看到他那个税休时间的时候，哦，东西就堆得很多哈。那这个地方就回来说环保署有可能跟我们经济部这边，所谓台电这边来讨论吗？单一价格，没有夏季跟非夏季的这个计价的方式，让它是每这个一年十二个月都可以排税休，那让这个垃圾量是可以做调配的，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可能啊？那另外一个是垃圾量，垃圾的一个这个分优先顺序里面有里面的订定的一个执法哦，鼓励公民营机构新建营运垃圾焚化厂的一个作业办法里面，其实里面有规范，就是一般处理一般垃圾是废弃物是优先的，有能量才做这个一般事业废弃物的一个这个焚烧了哈。可是我觉得应该加上一个，应该第二优先是邻近的县市的一般废弃物的协助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过去好像我知道中央这边到底不好发生什么事，为什么对地方的调度协调状况一直没办法，尤其前阵子的垃圾大战变成大家推来推去的，那能不能在执法，尤其在相关的执法，你可以去定第一优先当然是当县市的一个一般性垃圾，那第二就是优先是邻近的这个邻近县市的垃圾，那再有余力才去处理所谓的一般事务会那个事业会弃物。好，我觉得这部分是不是能够解决未来的一个垃圾大战的一个问题的简化？而且当然，垃圾的全面的简化减量应该是我们最终的目标嘛。好，所以是不是这样的建议啊？事实上，我觉得苏委员很有善意，是说实施日期是由你们中央主管机关定制，也就是说你们什么时候有能力做，那你们再来说什么时候开始做。好，所以其实是有给你们时间的，就是说我们希望是真的能落实整个垃圾的一个解决。好，谢谢。好，谢谢。我觉得我们都同意苏委员的提案，那个方向上政策方向我们都同意。现在是说，那要有配套，否则现在配套没有出来就马上做，其实也有一些问题会产生。那所以其实明天署长要来立法院报告，我的保留意思是说，其实我们或许可以让署长对于他的这个政策做出一些配套上的承诺，好，那他有解决的方案，那接下来我们下一次的讨论就可以非常的具体啊，大家就可以有解决的这个方案出来这样子了。所以是不是二十八条我们先保留，和三十二条如果联动在一起的话？如果因为二八跟三二还有四十六，基本上它是一个联动关系。是。所以如果是说要保留来讲的话，二八、三二跟四十六其实都是要一并保留的。你也请主席要裁示，毕竟公务员公公多留，而且多配套，但是你得配套说爱动嘛，对不对？不然这样修法的话，老师讲，他们学校就消极的嘛。是这样子，就是说哈，我们希望下一次审查的时候，那个配套的方案拿出来，否则的话，大家当然也可以照委员，我们是立法院嘛，立法委员合议嘛，尊重大家的意见表示，我们就可能保留一次，保留两次，不可能无限期保留下去，所以最后这个东西还是要解决的啊，好，这个东西还是要解决。副署长，你有办法才是说多少的时候时间你们可以拿得出配套方案吗？再来就是说，因为三十二条至少他会讲说，工业局及科学园区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最迟在106年要完成这个事业废弃物的处理设施的这个核准和完成设置。完成设置这件事情恐怕也有困难呢、啊。起码是105年的年终，所以现在一年半，你要让它长出来，而且要完成设置，这件事情可行吗？对，因为苏委员，你的版本讲的这么具体，剩下一年半要完成设置，这件事情可行吗？三十二条一直被架空了，都没有做了，难怪大家会生气嘛。啊，但是因为我们现在规定他明年年底前一定要完成设施，也做不到了。老实说，他也做不到。来啦，您先话讲一下，给苏委员哦，就回应他一下嘛。来，副署长。我想跟委员再说明，首先我想先回复一下吴委员所提的哈。就是有关税修，其实那我们在努力，但是在之前努力讲不通，呵呵，因为
我们的他把我们归在一般的这个算是气电共生，所以他觉得他夏天他最需要电，所以他不同意我们停，所以他就不愿意。我们也是建议一个同样的价钱，那同样的收购价，那我们就可以把他的税休时间拉长。那现在因为大家夏天比较好，所以所有人都其他时间在休。来了，这个也请署长哦去行政院跨部会协调啦。这所以 我们最会沟通的内阁也应该请署长去跨部会协调。所以我要报告了，就是说这一项我们已经跟署长报告了，他也承诺他会去协调。那因为才来两三天嘛，我们已经报告了，他也承诺这个他会去协调哈。所以跟委员报告一下。那么对于说这个为什么我们说二十八条，其实我们不是说不要定，我二十八条跟三十条其实精神上我们都同意，所以我刚可能没有讲得很清楚了，因为其实也许署长来讲比较好了哈，因为我们是跟他报告，那他的这个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就是我们是希望说在二十八条的定法是让我们可以去有优先顺序，好比说就直接定你焚化厂的优先顺序，第一个是家务垃圾，第二个才是有余裕量，才是事业废弃物。那这一个的所谓余裕量，就中央要去规划出来。好比说我年度的垃圾处理，我分区，那么各应该可以烧多少，剩下多少你可以收事业废弃物。那这样我们就保障我们的家务垃圾的调度的能量嘛，哈。那这样的一个好处是说，这样子呢，就是事业废弃物它会找它适合的地方去。那也让民间有一个依循，就会他会知道说 ，OK， 我们大型焚化炉只会收多少，那他有多少的其他的市场，他们愿意去投资，民间再来盖厂。那如果说今天直接这个定一个时间，那其实我们很可能变成说一定要等到。好，副署长，那这样子，我们最具体的方法应该是这样谈，你应该告诉我们说，你希望觉得这样的修正哦，那你修正的文字会是长什么样子？你期待这个如果不是完全照我们委员的版本，那你觉得新的版本应该可以是长成什么样子？你可不可以试着朝你一些文字，再等一下，如果等一下还是你不出来，那我们下一次审查的时候应该是可以有一个对岸的版本给我们看，这样好不好？对，我知道，所以我说我很谢谢，我们是要帮你制造一个法律的依据，逼迫地方要把这个调度权分一些出来给中央去协调，来解决垃圾大战的问题。我们完全了解，所以我们说我们支持，但是我们希望换一个方式的写法，那让我们有机会去做规划。你去写写看。好，对。但是我刚刚也报告说，因为我们开了两次会，还没有来得及把它处理好，好，因为署长才来几天嘛，哈。那所以我们是不是给我们一点时间？是不是委员还对这样子了？我们跟署长都弄清楚了，然后把这些东西拿出来。也许我们也可以先下次开会前先跟委员办公室，先跟委员办公室来谈，看怎么样子安排比较好。那也许在下次开会前，我们就可以有一些共识。报告委员哦，是不是大家可以同意他们下一次我们讨论的时候，就要把修正的文字动议拿出来，这样子好不好？这样比较具体。他们现在他的言下之意是，他们署内也还没有达成共识了。好，我们保留。好，那我们尊重苏委员提案委员的意见啊。就这样，若二八三二四六是要联动讨论的，那我们就暂时先保留好了。好，那我们继续处理第三十条。这是什么？好。三十二条哈，那个刘建国委员提了一个修正动议哈，没关系，我们晚一点再念再处理啊，因为保留了哈。我们先处理第三十条。三十条。我们行政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先进，那有关第三十条这个修正条文，大概它的修正重点主要是加重这个事业的这个责任，也就是说它必须要去尽相当的义务责任，来确保这个受托者妥善清理，这个完成这个妥善清理，如果没有完成的话，委托事业必须要负这连带妥善的这个清理的责任。比原来现行条文来说的话，现行条文是有一些条件的一个
一个成立，他才有这个负连带责任。那这次修法这个，的一个修法的这个对事业的这个义务来说的话，责任来讲是确实是比较课余比较重的一个责任。那我们是建议是说，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比较，就如果事业如果他没有善尽这个善良管理人责任的这义务的话，那当然要课余他这个责任。如果说他有课余，他已经有尽到这个相当的一个善良管理的这个责任的话，那他应该是这个妥善清理责任还是必须要再由受托者来负责，这样可能会比较合理。这是我们的建议，谢谢。那怎么证明他尽到善良管理人责任？这个是个案事实认定的情况，但是我们在条文里头可以把这个文字放进来的话，那以后在实务执行上，我们至少可以有个法律的依据，就是他有没有尽到善良社会善良注意责任的部分来经过事实认定。好，向各位报告哈，我对于这一条第三十条，我们去翻阅这个整个法律的立法修法过程哈，来请回座没关系。我们原先，在民国九十年以前哦，这一条的法律条文是长这样子的，我念给大家听。九十年以前了哈，事业机构委托公民营废弃物清除处理机构清除处理其事业废弃物者，如受托人未经许可或违反本法规定，事业机构应与受托人就该事业废弃物的清理及环境的改善负连带责任。一开始我们的废清法就是这样子，因为产源要负起他的环境责任，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事。后来修法把它修正成，如果他委托的主管机关委托的这个处理机构是经主管机关许可的清除处理该事业废弃物的这个公民营废弃物的清除处理机构或执行机构清除处理，且其委托种类未于主管机关许可内容。意思是说，你委托一个合法的机构啦，做合法的清除处理的话，或者是取得受托人开具的该事业废弃物妥善处理记录文件，所以他们会订契约说你一定要。你委托给我，我是合法的，但是我告诉你，我会好好的清除处理。好，签了这个切结书以后呢，就可以免除连带责任了。那我告诉大家，这二十年，从九十年一修法到现在，十五年，这十五十六年啊，所有的非法弃置啊，都有签这个受托人啊开具的该事业废弃物，他会保证妥善处理的记录文件啊，契约签一签就可以免除这个产源的责任，产源他对于他所应付的事业废弃物的清理及环境的改善的连带责任，通通都没有了。而我们知道，在不管是再利用还是清除机构是没有设置门槛，也没有许可的。所以因为没有许可，你作为以刚刚讲炉渣为例，你要去清运载走这个炉渣是不用许可的，你只要一般的运输业者就可以，不用许可，不用环保署许可，也不用这个经济部工业局的许可，免许可就可以载了。然后去再利用机构也不用取得环保署许可，也不用取得工业局的许可，然后都不用，然后呢都不用许可，然后就可以随便就一人公司或者是一个人头公司，只要你有这一些相关的条件设置符合了，最简单的都符合了，就可以载了以后就弃置。然后你想想看，这些人有办法对于非法弃置负起任何责任吗？完全没有，他连许可的门槛都不用了，他的公司经营成本是非常低的。等到他非法弃置以后，你叫那个产出废弃物的产源说：“哎，你公司也不舍利来负责，讲哦，我已经免除了这个连带责任的这个要件了，因为他有承诺我要好好处理，他不好好处理是清运业者的问题，是在利用机构的问题，不是我产源的问题。
所以产员就逃避了他的这个连带责任的这个要求了，所以我们才要求说要回复回来。而这个东西啊，再以炉渣为例哦，我如果没有记错，那一天的公听会，炉渣电弧炉的炼钢业者一二十家，他们的工会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指示表示，他们说他们愿意负起产员的连带妥善清理责任。这是那一天公听会，我们大家觉得非法弃置最大量、最大宗的，不管是炉渣业。这些都是民营机构，他们说他们愿意负起产员的最终责任。那我们不晓得另外一个最大宗的国营事业单位怎么会认为说这有困难呢？国营事业单位理所当然要把环境成本给 cover 起来啊，更不能民营单位都不敢把环境成本外部化了，怎么国营事业单位还在想说这种环境成本还要把它抛出来叫社会来买单呢？所以要负起最终的连带这个清理责任，我觉得好像还太不足以说明了，应该回复到原来讲的产员哦及受托人哦，就是说应该要负起事业废弃物的清理及环境的改善负连带责任啊。但是就我们的版本也可以，因为我们的版本是叫做妥善清理责任啊，那妥善清理当然就含到你乱弃置以后，你的环境要改善，要恢复回来，这个当然也是要的啦。所以我今天早上才问那个吴处长说，乱弃置的你哪一块你去善后了？炉渣和炉石你哪一块去善后了？那我觉得执行面会有一个困难会发生在哪里，你知道吗？执行面会有一个困难发生在说，这一家清运机构或者是说这个再利用机构，他有可能收了 A 厂、B 厂、C 厂，也有可能收了炉渣又收了炉石，一个农地回填的就是炉渣、炉石，什么连集成灰都有，通通都放进去。那这样子清理责任或者负起的连带责任要怎么处理会比较复杂？但是我们觉得复杂上也 不难以追踪啊，就数量大家去平均分担，你要付多少钱嘛，还是可以的啊，其实是可以啊。像集成灰现在也大概也量也很少了，也没有了嘛，集成灰也没有了。那炉渣的部分，他们电弧炉工会他们都说他们负起产员责任了，那现在唯一有问题的就是中钢了。那你中钢说你不愿意负这个责任也太离谱了吧，国营会出来讲这些话也太离谱了吧，如果民间事业单位都愿意付了，你们中钢凭什么不付啊？这个局长还是 国营会要不要再讲一次表示意见一下啦？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先进，我想刚刚主席所提的非常的那个，真的令人非常敬佩啊！我们国营事业当然民营事业可以做，我们国营事业当然是没有问题啊。只是说我们原来所提的意见，只是说在就针对责任的一个合理性的一个归属的这个情况之下，我们是建议说，是不是可以在文字上可以有做着重修正，说委托事业如果他未尽善良那个管理责任的话，他应该负这个连带的这个责任。他只是说在这个法律的一个条文上是建议这样修正。那当然，对，所以我想委员主席的这个想法，我们是非常认同啊。以上，谢谢。如果加上善良管理人责任这一款哦，善良管理人责任尽不尽，这个是不是我们法制局还是我们法务部有没有可以告诉我们，善良管理人责任是不是在于他有所谓的善良管理人责任的确定是怎么样叫做有善尽的善良管理人的义务？主席、各位先进、各位委员，这个在法律上来讲，善良管理人注意义务它是一种抽象的轻过失，它的注意义务比较高了。所以可能这个相当的注意义务，相当注意义务在法律上用语是比较少用了，但是跟善良管理人注意义务比起来的话，那这个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会拉得比较高，
那主要就是讲说，思虑周密、富有经验的人，就是善良管理人啊。善良管理人就是要跟做到这一行的人哦一样的注意啊。所以我们一般契约责任都是用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那这个就是一个立法上的一个抉择了。那这个要请那个我们委员，这个靠委员来做立法一个抉择的。所以有无善尽善良管理人责任，是不是最后是要法官经过这个，也是基于法官专业，他思虑周密以后，认为这个经营者已经思虑周密了，尽了所有义务，他所不能防止的这个产生了，所以他还是由法官去新对最后的话，个案发生的话是由法官来最后的。所以我觉得，如果用善良管理人责任，如果法官对这个领域和专业不是那么了解的话，事实上他是很难去判定有没有善尽善良管理人义务嘛。那如果是这样子，甚至如果我们再讲更多一点，光是善良管理人责任这几个字，就可以阻却了第三十条的所有的负连带赔偿责任了啦。啊，你的用这个善良管理人责任我已经尽了，就可以阻却三十条的适用，要负连带责任。我们今天讲的不是说你善尽不善尽管理人责任了，而是今天的垃圾就是你家的，你家产出的垃圾，你要负到最后的责任，这个垃圾都不能够假利用行征废弃，你这个是再利用，你明明知道它是没有市场价值的，你失去市场价值的，或是市场的去化有问题的。现在经济部说他要个案许可去允许，搞不好还会再允许到非结构上的这个混凝土去使用。比如说啦，我是假你说不会，但是我说举个例子啦，好、哦。那可是大家知道，这个炉渣到目前为止跟底渣一样，都是没有市场需求的。你80%都是灌到混凝土里面，现在说80%不能用了。那其实这个，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知道这个不管是废弃物或是再利用，其实他们在讲再利用的非法堆置啊，还是最大宗还是再利用之名，但行非法弃置，而且弃置在农地上这件事情。我们觉得你垃圾是你家的，你就是要出来负责，这个责任是责无旁贷的，不是你善尽的责任，你要负责管理，从头到尾都是你生产出来的，你获利私有化了，你企业经营这个事业，你的获利是私有化的，那你产出来的事业废弃物，不管你要去再利用，还是真的再利用，还是假的再利用。到最后那个东西跑到哪里去，你当然负起全程全部的所有责任了、啊。我们的意思是这样子了。来参事请回。所以各位，我个人是觉得说这个东西应该是维持这个三十条，是维持我们提案的修正版本啊。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那到九十年以前的版本都是这样子，其实都是这样子。九十年它是被改掉的，它是被改掉的，所以我们知道九十年之后呢，因为被改掉，所有的问题通通都跑出来了。这个责任我们就是希望环境成本要企业自行吸收，你们家的垃圾就是你们家自己解决掉了，就是这样子而已啊。所以如果没意见的话，我们是照修正意见通过。请问这个环保署待会回答一下，执行上有困难吗？除了企业反弹以外，哀哀叫以外，好。主席各位委员，我能不能就三十条第一项的后段提出一些意见？后段就是说，如果委托时没有依照第二项所定的委托清理程序办理，事业负责人或所置之废弃物清理专业技术人员，并应视同违反第28条第一项规定处罚。那关于这个。最后一句话，这个视同违反第28条第一项规定处罚，提出几点意见。第一点意见就是说，28条第一项它是义务的规定，它并不是处罚的规定了。所以我们条文说依照这个规定处罚，那这处罚两个字哈、啊，值得再斟酌，是不是建议把它删除哈、啊？那第二点就是，因为我们废弃物清理法，它刑法或者行政法。好，都有。那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要处罚要明确哈、啊，明确性。那废弃物清理法28条第一项，就事业废弃物清理方式有多款的规定了、啊。那我们草案中说视同哈、啊，视同是指第28条第一项的哪一个部分呢、啊？是不是应该要把它
规定的比较清楚，这样比较符合这个明确性的原则。那第三点就是违反第28条第一项的规定，它的刑罚是规定在废弃物清理法第45条。那第45条它的要件说，有因而致人于死、致重伤、致危害人体健康导致疾病者，那分别有不同的这个刑罚的这个规定呢。那违反28条第一项规定，有没有可能造成这些结果啊？那以第45条这么强度的这个法定刑来处罚，因为可以处到无期徒刑，那这个的话恐怕有疑虑，而且它这个是一个授权的一个立法就是一个委托授权立法，因为要由这个第二项规定，这个事业废弃物委托清理程序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啊。那由这边规定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这个授权的目的内容范围都不是很具体明确所以我是建议说应该要具体明确，因为这牵涉到刑罚，那强度有必要拉到刑罚吗那我这边是提出给委员参考因为从整个立法架构看起来，它的强度应该不必要拉到刑罚，用行政法来处罚就可以了，因为行政法是违反第28条第一项的规定，它的行政法是第52条跟第53条已经有行政法可以来规范那最主要就是说这么规定的话，照草案的条文规定的话，它授权的目的内容范围都并不是很具体明确，这样子的话有违大法官解释就是说我们牵涉到人民的这个自由权利财产等等的话，我们应该要刑法要有明确授权也要明确。那我这边是有一个提出一个具体的建议如果说我们30条这个第一项的后段要保留的话我是建议可以把它第一项后段列为独立的一个项就是说事业如委托清理其废弃物，应依第三项所定之委托清理程序办理那第三项就是原来的现在草案第二项，事业废弃物委托清理程序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那这个这边看不出来这个是法规的命令还是行政规则，或是以公告命令的方式为之？那我是建议以法规命令的方式为之，因为用法规命令的大法官会解释说，我们科民众行政罚的话可以用这委任立法的方式，但是它的授权的目的内容范围要明确所以我们这个由主管机关定之是以订立办法的方式来为之这样比较清楚明确。那在后面在第53条，因为第53条这次修法又把它的罚则拉到新台币6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认为说应该要行政罚款要高一点的话，可以在第53条加上说这个违反第30条第二项的规定这样子就处罚款的规定，这样子会比较完整，也不避免说造成这个违反这个处罚明确性的这个原则报告。我也向大家报告三四请请回。我们先看到这个整个废青法的第71条，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修正其实要看到71条，这个也是现行法规上的荒谬第71条说，不依规定清除处理的废弃物，地方政府或主管机关或是执行机关得命事业受托处理废弃物者等等限期清除处理。71条说他可以命产源清除处理不依规定的话。但是第30条是说目前的法令是他这个事业他只要有签契约说表证他的受托人会好好处理就可以免除这个责任，所以71条事实上是大概都用不到了。那我们就让产源负起最终的连带责任，第71条才会有作用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违反28条的处分是会联动到刚刚讲的这个第五十条45条是结果犯，就是要自生结果，否则是不会用到刑责的。所以未负妥善清理，然后呢自生某一种结果了
然后他才会课被处以刑责了哈。那这个东西我们是希望事业的负责人要负连带责任的话，等于是他也负起这个连带的刑事责任呐、啊，刑事责任。那你说对于他的这个刑事责任，那当然是需要依法定之。那如果不把它放到28条第一项的规定去的话，他大概没有办法负起45条的这个刑事责任。但第45条也不要怕，因为第45条是致人于死、致人于重伤、致人导致健康产生疾病者，好、哦，这个都是已经有个结果犯出来才会构成得到了。那如果说你的产出的垃圾，然后你叫人家去清运，结果不清运好，然后真的是致人于重伤、致人于死，那当然你的事业单位的负责人难道不用负起这个连带的，就是说连带的？除了妥善清楚处理责任，很像是这个民事责任以外，当然刑事上也需要这样子。那刚才是还有说到第53条哈，53条讲的是行政法，行政法哈，如果你命你去限期改善，你不限期改善，那我们当然是要对，不是对于清运业者，还对你的产员也要有这个停工。的这个停业的这个处分，我当然也要有了。但是，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不是都是依法去架构的吗？所以罗参事，我有点不懂你的讲法。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一般讲刑事是讲行为人本身，但我们现在这里讲的是产权的机构的负责人也要负起连带的刑事责任。但是那个刑事责任不是无限上纲，是要致结果的，致结果的。你真的是致人于死，跟主席报告，因为主要法条是用适用哈，因为尽量我们刑法不要用那个，就是啊、哦，应该真的致影响。对，准用、适用等等的，因为我们法条用视同，就是28条第一项的规定处罚，那这样子变成就是等于是要转一个弯了、啊，它是等于是间接，或是128条。间接，所以会在将来会产生一些疑虑啊。间接上，好，那是不是如果是文字上可以修正的，我们是不是麻烦参事还有我们立法院法制局给我们相关的意见参酌？事实上，这个精神你懂我们的精神，就不只是负起妥善清理责任，如果致人于死、致人于重伤，情节重大。而且要有一个结果了，并不是说之余是要结果跑出来才会负起连带的这个刑事责任。包括主席，事实上在废弃物清理法47条已经有规定，法人的负责人就是公司的董事长啦，或者一般的哈，他法人的负责人或自然人的代理哈，就是您刚刚讲的那个董事长哦，法人负责人啊、没有，我的意思是现在不是在法人的负责人或是法人，是清运的法人和产权的法人和再利用的法人。到底这三个法人要不要连带绑在一起，负起共同的刑事啊、民事责任？现在在讨论这个，所以到底是，否则你不框在一起的话，他就是说啊，去违法废弃的是那个清运业者，是这个清运的法人，是这个清运的公司，是这个再利用的机构，是这个再利用公司，不是我产员去做这个致人于死的。这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这样子就会没有绑在一起，所以我们在讲说三种法人要绑在一起，就是产权事业的法人，然后这个清运业者的法人和这个再利用机构的法人，三个的责任是要从头到尾绑在一起的，这个才叫做负起责任。否则你这个公司赚钱，你把你的毒污泥有毒的物质抛出来，可能小朋友去玩玩一玩就中毒而死，那这个责任我们要追溯到再利用机构或是处理机构或是清运业者，还要再追踪到这个产权事业机构。如果老板都可以不用负起这个责任，产权机构老板都跟这个事情无关，那未免太容易了。我刚才讲过，如果从再利用的角度来看，他那个清运业者连许可证都不需要，连再利用业者连许可证都不需要，都没有许可，谁许可他谁就要负责。可是连许可都没有，是没人负责的。最后，如果我们是业者自主管理的话，那么我们要一并的追溯到产权机构，把责任都连在一起，这个自主管理才有这个权责分明的这个责任厘清和归属了。我们是这样想的。
好，那这个好，那我们就暂时先保留一下，看文字怎么修正好了。我们要再来修思考一下，继续我们处理的第三十一条。这个抱歉，我看一下，第三十二条是已经保留了哈。那第三十九条，第三十九条是关键了哈。抱歉。第三十一条来，第三十一条的修正。还是要谢谢这个召集人啊，因为本来那个废青书哦，这种审核这种办法是没有定嘛，那现在加入这个第三项哦，这样我想会使这个法治更周延哦。但是有些文字我是不是建立一下了哈？就是说第三项我是建立这样子，就第一项第一款事业废弃物清理计划书核准哈，我们做加个核准就是审查作业变更。撤销废止，然后加一个及其他应遵行事项，这样子可能会比较更专业。没有，处长，没有，你建议的更专业。没有，我们就照你建议的文字修正通过。老实说，因为废青书都交给地方的环保局在审查，那地方环保局没有环保署的行政指引。那没有一定的规范啊，所以这个管理的制度也是非常杂乱的哈。我们是真的，希望由中央主管机关定出相关的行政指导办法出来了哈。所以我们就照刚才吴处长的修正文字修正。好，我们继续处理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二条啊，因为苏委员保留哈，所以我们就暂时保留，但是。刘建国委员有提出修正动议，我们是把修正动议读一遍哈，来。第三十二条修正动议：新设工业区及科学园区之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开发单位或管理单位，应于区内或区外规划设置事业废弃物处理设施，并于事业废弃物处理设施设置完成后，于工业区及科学园区，并提出协助地方去。化垃圾回馈计划使得营运现有工业区及科学园区之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开发单位或管理单位，应于本法修正通过后六个月内规划完成事业废弃物之处理设施，经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核准后，最迟于中华民国106年12月31日完成设置。提案人委员刘建国、陈曼丽、吴玉琴。宣读完毕。好，那我们就一并保留，下一次再讨论哦。我们继续处理这个第三十九条条文修正。三十九条，环保署，三十九条是万恶的渊源。其实我也是自己跟办公室讨论了，就是说三十九条照我们的版本修正以后，可能他这个事权会比较统一，好。但是就是说在执行上还是要有配套了。那我们看了一下这个环保署自己做的，如果事权统一所需要的人力和管理资源大概要多少钱多少人哦，大概要总的要102人，然后要6亿6。我一听我觉得这简直太便宜了，如果一个政府，中华民国政府台湾愿意每年从现在的1.7亿的经费变成6亿6，就多5亿而已哦。然后呢，你的人力从27个，你变成扩到102个，102个还含给地方政府的专业的执行的人力，给地方政府的执法的专责的人力，也不一定要公务人员哦，约聘的或是计划人力都可以哦。你不会觉得太便宜了吗？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好好问一下我们的署长，就是说大家都觉得说，管得好的话，管得好。现在经济部，我记得今天早上询答完以后，他说：“经济部如果照我咨询的内容去好好管，管得好的话，不用事权同意啊。”可是我们就觉得事权同意才能够管得好啊。
啊，但是这件事情总的来说，不管是还是照现在的体制，让经济部去管再利用，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去管再利用，还是市卷统一到环保署来，结果成本只有6.6亿，那太便宜了吧？那有什么困难的吗？那是不是署长还是处长要不要来做个报告一下？那个谢谢召集，因为上一次的话，很多委员要求评估这样子，假如说全部回归哦来环保署的话，可能需要这个人力跟那个财务嘛哈、哦，但我们评估出来，但是跟委员报告，因为有时候因为再利用大部分来讲，就是有时候是涉及比较专业的东西，然后因为环保总是说了解，比如工厂的制程，或是说这个医院一些医疗废弃，有时候真的能不能再利用的话，其实你说每个人有这个专业，其实也不容易啦。那我们是有一个折中案啦，就是说，哦，假如是共通性的，我们给他评估出来有13项嘛。这种共通，比如说，我也觉得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比如说，一个木材要再利用，结果这个木材一个要盖印章，说这是内政部的木材，对，这是经济部的木材，这是环保署的木材。这个对业者来讲，其实也是扰民嘛。所以我们把这个扰民的东西，把它拿回来，我们环保署来办，对不对？啊，假如说涉及各个专业的这种，他们还是不是请原来的系统来操作？那这样子，第一个可以减少扰民，第二个也减少这种技术性的话，我想你说到时候一个案要审下去的话，你说我们环保署真的这方面到时候搞错了，对这个造成的这种祸害啊，可能更大了。那是不是跟我们这样一个原则上的建立？那条文我们也大概有做一些这个哦论述吧。以上补充。你不要对于你们的修正意见做一点说明，跟我们的版本，你不用说明吗？还是你们副署长要说明？大概就是我刚才讲提到，就我们提一个本来是现行版本是当然各部位嘛，那个委员的版本的话是说全部拿回来给那个环保署来做嘛，但我们就提出一个版本是说把那个共通性的东西。大概我们给他看过有13项，也就是有2个以上的部位，他们都有公告这种再利用的话，就收回来环保署来做这样子。那我们有一个条文在里面写，那条文我要不要念一下，还是怎样？再念一下。还是条文我就在书面上，我们就有提出来。好啊，你念一下好了，列入记录。Okay, 好。那就在39条的话，好，我们在这个第3项提到，他说。前项办法涉及二以上目的事业共通性再利用之事业废弃物，经中央主管机关认定有统一定再利用种类及管理方式之必要者，其管理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但是后面我们再加一项，就呼应下面那个本来委员有提到39条之一，都是对这个产品这种追踪的话，我们有加一个最后一项写到。再利用产品之标示应记录事项申报查核，然后环境监测项目采样频率样品采样方法检测方法与程序及其他应遵守事项之办法，由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会同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大概这2项哈，我翻译成白话文哦。第3项叫做说哈，就是你们现在公告的风险比较低的污染风险，虽然是共通性，但是它的环境风险也比较低。第13项就是废玻璃、废塑胶、废单一金属料、废木材、废铁、废纸、废厨余、废橡胶、废水泥电杆、废酒糟、酒粕、酒精料、酿酒污泥、废石膏膜、废润滑油等等了哈。这一些基本上都是市场非常成熟，所以2个要特质，一个是它的再利用回收，它的整个市场很成熟，要不然就是它的风险其实是不高的，风险低的，所以你们就说那这个我们拿回来统一都我来管啦、啊、翻译成白话文是这样子。那第4项的意思是说还是一样增加了一个环境监测项目哈，希望这个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要定出环境监测、啊、大概只有这2个特质而已吧。那这个修正以后还是不能解决一件事情，就是说相对市场机制不成熟的，就是说市场没什么爱用的，你的再利用产品市场根本就没的，也没人没什么爱用的，要怎样这没、哦、这啊，再来就说啊，它的风险嘛，比废玻璃废木材这种对环境的风险和这个再利用的时候它的功能安全这个它的
功能品质和环境影响的这个风险都比较高的，你们还是回归到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去了。好、哦哦，那我们还是会产生现在早上咨询到现在一样，就是说权责是不清不楚的，因为再利用机构是没有许可的，设置是没有啥门槛的，然后到底这些出问题或是平常的勾稽是地方环保局要做，还是工业局要做，还是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要做，这些事情还是如果我们今天修了这个照你们的版本通过的话，还是没有办法厘清这个事情是该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负责还是该环保署负责，照你们版本是还是一样没有办法厘清权责是到底谁要负责。那照我们的版本的话，全部都是拉进来就是这里，可是你说只花6.6亿，我觉得很便宜啊，所以我们是不是换一个角度来思考。我想今天大概要审到完了，要有具体结论也很难啊，但我觉得换个角度回去思考，如果我们去行政院，我们去争取给环保署，你看全台湾的废弃物还有事业废弃物，不管是最终处置还是再利用管理，所有东西只要多花个10亿元以内就可以有人，而且可以好好的管，那我觉得太值得了啊！我们觉得太值得，十亿呢，跟他开十亿，等一下把现在的乱象都做一个好好的管理，我觉得这太便宜了，太便宜了。我们为什么不做呢？如果给你们钱，也给你们人，你们愿意做吗？十亿，阿妈好，恁一百个人，安尼愿意做吗？跟委员报告，其实委员这个现在担心的事情啊，委员修了34条之后打得皮皮抽啊了，恭喜来那个产业的想要搞什么东西，我看因为其实有时候是被有时候是应该委员很清楚嘛，有时候这个废弃物可以处理，有时候是压力很大，应该委员，所以这个恰好给这个说不定产业一个副省说，哎、欸，你们这些非法的，对的，你不要来标了工作了，这个有这样方面的好处，我说30条了，所以的话我是建议就是说缴30条这样做。是不是39条？务实上，对的，我们把共通性的拿回来，我觉得这个可以减少扰民。第二个，专业性也可以保留在给各部会，因为这个真的有时候这种专业，我自己。安尼翻译成白话文，你的意思讲，给你10亿，给你100个人，你嘛是感觉讲啊，阮专业性不如目的事业主管机关，那是买啦。你的意思是安尼啊？我搞委员不可讲，我还是我当一个处长，因为做多久我也不知道，但我还是为要讲这个事情，真的。我同仁真的，你说有那么专业，对，来把它弄好，这个我是觉得还是专业性啊，紧张其实没问题，对，能够把这个做好，我不能说这个给我就好了，但这个我就好。那我们是不是请局长也来回答一下啦？我想我们今天审查大概时间也有限，局长，你们要把它管好。如果事权没有同意回到环保署以前，现在依照目前的架构和法令，还是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当然很多部会啦，但还最大宗还是工业局。给你们要多少钱？要多少人？不要三个用兼的兼任三个，你目前三个兼的，不要用三个兼的，要多少钱？要多少人？你们会在目前的架构里面好好的管理，然后可以去勾稽，不要推给地方环保局。你们大概要多少钱？多少人呢、啊？这个跟委员报，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啊。这个我跟委员报，因为现在的体系在回收，因为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我也必须要坦白这样讲，现在这个架构，因为分散到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经济部相对其他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专业，我们有这样自信，我们专业还算是比较够的，因为我们可能支援的一些专业机构会比较多，而且我们也能够跟整个产业链的体系会有一些联系啊。那所以除了经济部以外，其他各部会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我想都有相当困难的，这个在专业性上都有一些相当困难啊。那今天如果架构拉回到这个主管机关，也就是环保署，当然是更容易统一事权。那环保署也有规划出一样的一个评估啊。那当然，如果委员刚才提到，如果是转到经济部体系，要把它当作一个循环产业这样来。发展来看的话，那我其实我跟委员报告，这样这个可能要从体系要转变，也就是说变成它从中央是工业局，地方可能是相这个经发局、产发局这样的一个结构去做相关的管理跟发展，可能会比较适合。因为我们现在架构，我们在怎么编经费，在怎么样的编能力，这个很多的架构到地方还是地方的环保局在配合，所以这里面可能牵涉到
中央地方的体系，如果是要一条边，也必须要这样调整才适合。那所以委员今天问这个问题，除非我们可能也要做个审慎的评估啦，也要询问地方经发单位的意见哦，才有可能做个比较完整的回复。以上报告。好，那我翻译成白话文哦，这个意思是不是这样子？如果在废弃物管理的概念里面，你们去做这一件再利用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事实上你们还是力有未逮啦。那如果是在一个产业发展的循环经济的概念里面，你们作为产业的这个主责机关，你们要发展循环经济这种产业为概念，去创造市场，然后去辅导市场，然后去研发技术，你们也还没有想过。但是如果你要去想，你要去跟其他部门，还有包括这个地方的经发会、经发局去讨论，所以你们还没有想过。所以大概就是说，如果是在再利用的架构里面，要多少人力、多少钱会好好管理，你也不敢保证。那在循环经济产业发展里面，你们还没想过。那所以我们现在再利用，既不是循环经济产业的发展的概念，也不是废弃物管理的概念。那我们现在是都不像啊，所以也是乱七八糟。所以基本上我们如果从目前的架构来看，有没有一种就是？大家的共同公约数是公告再利用的部分，还是回归环保署？然后这个许可再利用的继续留在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好像是大家都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里面呢、啊，维持原状，维持原状。那原状既有的问题怎么解决？其实我们蛮担心的啦。好，那我想啊，39条还是没有办法很明确的再讲清楚。那是不是请大家回去把我们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配套，下一次能够再讲得更清楚一点。虽然讲了好多年，还是一样没有清楚。那我们也希望新署长对于说，如果事权统一到环保署回来，多少钱、多少人，能做多少事？因为你们自己评估啊，你们说616、102人，你们就可以了，推动事业废弃物再利用管理的人力经费规划啊，这是你们提供的啊。102人，616，我觉得太便宜了，可以做，我们很支持。好，那第39条我们暂时保留。39条之一，39条之一，行政部门认为无需新增了哈，但是就是说，如果照39条，行政部门的建议说，环境监测项目本来就要纳入这个再利用产品，的这个管理交给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会同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哈。那我们也可以讨论了哈。那个39条之一可以暂时保留。第41条，刚才有保留吗？第41条，第41条应该可以照案通过吧？照我们的修正条我们通过。第46条保留，好。好，各位委员，你是来法制局。法制局第5组组长李淑娟，有关这个刚刚41条的部分哦，那个。第一项的第3款里面，因为第14条的第2项，前面我们已经有加了一个公告，那这边是不是要把公告加进去？那前面依报经这个部分就可以删除。那文字上的部分的话，就是公告或者是核准的方式，请参考。第41条的第1项第3款，因为前面第14就是第三款，对，14条的第2项的规定的部分已经加入公告，那这个部分的话，前面的经报经的部分文字可以删除，然后中央主管机关公告或核准，参考，谢谢。好像可以嘛，因为之前我们第14条已经修正成公告了，第14条。公告或核准，
对，应该可以。好，我们就照法制局的意见哈修正。好，那各位，我们今天呢、啊，大概一轮的讨论哈，大概到目前为止已经做过了讨论。那其他大概还有一些相关配套，或者是相关还没有办法整合出共识的一些部分条文呢、哦，我们下次再找个时间再继续讨论。46条苏委员早就保留了，对，好。第二条经济部的那个文字，我想应该大家感觉我个人意见是多此一举了，因为第二条，即便我们二之一条也有讲到，即便你非第二条的二之一条的修正是什么？我刚刚有点忘了，二之一条的我的版本乱七八糟。我们有二之一条了哈，二之一条就是原经认定为非属前条。第一项废弃物的事业产出物、哦、就是说有可能是这个再利用产品，也可能是这个所谓的副产品，那有下列情形还是得认定为废弃物，所以你第一条去阻却你的所谓的副产品转炉石或石灰，在第二条之一还是逃不掉了，只要你有所谓的这个违法储存或利用有弃置之余者了，有弃置之余者。你说我是暂存了20米深、20米高，然后清运走要花2亿元，那个不可能吗？所以这个我们是不是本人意见是说不予修正了？那各位有没有意见？各位有没有其他意见？第二条跟第二条之一都保留。对对，那我们就下一次再讨论。第二条。第二条之一有修正文字出来，第二条有也可以讨论哦。好，那我们再确定一下。抱歉，我再。这是第二条。对，第二条像就国营会的意见，大家有没有？大家同不同意国营会的意见？没有。好，那我们第二条之一是不是就？我的版本跑去哪里？我的第二条现在先处理第二条。第二条第一项，我们如果不接受国营会的这个建议修正的话，我们的第二项是照我们这个环保署的建议修正，那就是照这个修正通过啊。但是就是说有没有好的条文念一次？有没有整理出一个版本让他们念一下？来，第一项就照原来提案的修正条文通过，第二项照，太混乱了哈。第二项照这个环保署建议文字修正，修正内容如下：前项废弃物分下列两种，一、一般废弃物，指事业废弃物以外的废弃物。二、事业废弃物，指事业活动产生非属其员工生活产生的废弃物，包括有害事业废弃物及一般事业废弃物。第二项是这样子，那其他就照除了第二项照环保署的意见，其他就照原委员原提案的修正条文通过。第二条之一。就第二项照环保署的修正意见。啊，抱歉啊，对，啊，抱歉，第一项哈，抱歉，第一项有一个修正，就是说，指下列能以搬动方式移动的固态或液态物质或物品，那物品还是物体 ？Object 也是物体啊。但是一般物质或物品，好，第一项是做这样的修正，第二条之一哦，两点，第二条之一的修正是这样子，第一项哈、哦，这个原经认定为非属前条第一项废弃物的事业产出物，若为下列情形之一，
主管机关得认定为废弃物，所以这个修正了主管机关。那第一款照修正意见通过，第二款违法储存或利用有弃置之余者，要且吗？违法储存或利用不违法储存利用，逗点。违法储存或再利用，逗点，有弃置之余者。那第三，它是产品，所以是利用。对，第三款是未依本法规定再利用。OK， 再利用产品未依本法规定使用哈、哦，对，再利用产品，它本来第一项所框的就是再利用产品了哈、哦，未依本法规定使用，句点，这样子可以哈、哦，有没有意见？那没有的话，我们就照这样的修正通过。我们今天通过第二条及第二之一条的修正。那还有其他的吗？照案，我们第十四条照案通过，然后第三十一条及第四十一条修正通过。那我们其余就保留。四十一条有修正通过，对，有文字修正通过。好，这样可以吗？哈，好，好，谢谢各位委员哦。那我们今天审查本院委员林淑芬等二十一人拟具废弃物清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第二等二案哦。那尚未审查完竣，另外择期再审。那我们今天所提的书面资料、啊、列入记录刊登公报。那本今天都完全没有书面质询的提供、哦、所以我们今天有委员口头质询未及答复或请补充资料者，请于两周内答复。那委员另要求期限者，从其锁定。那今天本次的会议到此结束，现在散会，谢谢大家。你变瘦了。